利用对方，只想他快乐，报恩他。啊，因为众生都是父母，众生都是未来佛，那所有众生都可以成佛。再脏的一杯水啊，里面水的本体都是干净的。再坏的人都可以成佛。所以各位这一点记住，千万不要记别人的坏。再坏的人，因缘成熟都可以成佛。你讲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对不对？我们过去都做过坏人。像我是很坏的人，所以现在还会变得很好，因为没有很好就要下地狱。我跟你讲，对不对？越坏的人才会变得越好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坏会让我怕，哎呦，我不可能再坏，再坏我下地狱。我现在只有一条路，白道，我不能再黑道了。现在大部分人是黑白两道，一下好一下坏，啊，因为我只能朝白道。但是再坏的人都可以成佛，所以各位要了解如此，不要舍，等一下，不舍弃对方，不放弃对方，永远爱对方，直到对方解脱，直到对方成佛，请记住啊！就像我要出家了，我们必须要办离婚，办离婚。结果太太回头问我一句话：“你还爱我吗？”你要怎么回答？Forever， 直到你成佛。我讲真话，但不是感情。如果我出家了，我不要我爸爸妈妈，我不要我的家人，那我会去爱别人吗？不可能的事情，不可能的事情。而且因为要出家，一定要让对方心圆满。为什么？我不是因为痛苦不好才出家的。就像释迦牟尼佛要出家，他说：“耶稣陀罗。”我是未来的国王，你也很幸福。我们不能自私，皇宫以外还有多少人生命在受苦啊？我必须去找出离苦的方法，所以我必须出家。怎么样你可以不痛苦呢？把你对我的爱，去爱皇宫以外所有受苦的生命，你就不会痛苦。记住这句话，你要出家要这样讲哦，对不对？然后真实这样做，虽然对方感情是哭的。但是要告诉他，这个才是永恒的爱。这一关，各位一定要过。这个叫什么？你讲爱别离苦。佛教说，生命有八苦：生老病死四苦，求不得苦，怨憎会苦，爱别离苦。怨就是不喜欢的，也是痛苦；爱的要分开，不喜欢的天天在一起。心中有求又没办法满足，做皇帝还是在求。还有一种叫五蕴炽盛苦，就是你的身心变化的痛苦。所以，只要有生命，特别是人，就有这个八苦：生老病死，一直到五蕴会之苦。所以，苦的原因是什么？刚刚讲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我，这个无明，不了解轮回，执着我，而起了贪嗔痴，所以这就是苦的原因。那你要离苦吗？你一定要消除无明，就是消除我。所以佛教要我们修禅宗，要有无我的空性空。你要消除无明，以及无明升起的烦恼跟造的业，你才能够离苦。这个叫泰国的解脱道的修行。我们也这样修，我们是用空性超越贪嗔痴，不是不修啊。那你如何消灭贪嗔痴恶业呢？你讲勤修戒定慧。熄灭贪嗔痴，那你要守戒律，从行为上守戒律，从心里面修禅定，由禅定专心去看清楚真相，叫智慧，由智慧而断烦恼，啊，叫戒定慧消灭贪嗔痴。那由戒定慧消灭贪嗔痴的生活，我们叫八正道。各位，你在寺庙看到一个轮叫八正道，八条正见、正思维。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今天没时间解释，一解释等一下下课了，你就看看网络八正道，这是解脱的方法。正见就是正确的知见，了解六道轮回，了解苦集灭道是身体，了解正思维。所以我了解了，所以我不应该有贪心、嗔心，伤害众生。这个叫正思维。各位，你要决定哦。我这辈子不要痛苦，不要贪心，不要恨人家，不要伤害众生。那你既然决定了正业，所以你身体的行为不要杀生、偷盗、
邪淫，正愚，你嘴巴不要骗人、骂人、说是非；正命，你为了要生活，你做的行业不能有伤害到其他生命，不能不道德。这叫正命，正确维持生命的方法。正精进啊，就是说，那你要努力的把不好的消除掉，把好的做圆满，叫正精进。第七，正念，那你要保持什么？跟我念一下：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。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这个观在佛教里面很重要。观世音菩萨的观，观是智慧的了解啊，不是眼睛看啊，智慧的了解叫观。第一个观身体不清净，所以各位特别女孩子不要太重视你的身材身体，也不需要用这个身体去吸引男人，不需要这么做。因为身体是所有痛苦的根源，哪一天你就知道那边痛那边痛，然后开刀，然后最后判死刑，这样。哦，这个身体是不干净的，是苦的，利用这个身体来拜佛，来利益众生，善用它，但是不要去成为身体的感官的奴隶。啊，不要太爱这个身体。所以眼睛有眼屎，鼻孔有鼻屎，耳朵有耳屎，全身流出来都是大便啊，里面都不干净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会有分别心，是因为你有欲望，所以不需要引起别人的欲望，也不要去满足欲望，因为欲望是痛苦。所以你看到一个喜欢的东西，你要说哦，魔来了，不是它是魔，里面的魔，思想的分别伤害你，让你不自由了，了解吗？不自由了，所以各位要学观音菩萨叫慈悲的眼睛，他看到的是对方的苦，我怎么帮助对方，而不是你漂亮与否、有钱没有，你是人你是狗，他没有那个想法，啊，这个叫观，所以各位要观身体是不干净的，观所有感受都是痛苦的。做董事长、做美女、做会长，你追求感受，那这个感受就会变化，就会痛苦。记住啊，我喜欢吃好的，那你很苦啊。所以我们出家人怎么吃饭，知道吗？拿个钵搅一搅，然后你要吞，为什么？为了身体可以修行，所以我要吃下去。哎，你不能说好吃不好吃这样，啊，观想，这样你会消除嘴巴的欲望。所以出家人叫托钵，托钵不能选择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有个借口，不能选择，所以他吃肉是错的。佛经《大涅槃经》写得很清楚，出家人托钵回来要吃，看到肉。一定要捡起来，把它洗干净，只剩下菜才可以吃。因为出家人不能不慈悲，但是现在很多人因为教派不一样，我们中国佛教各位很幸运，中国佛教了，把南传佛教、大乘经典佛教、密乘佛教都翻译得非常圆满，只是很多人看跟不看而已，都写得很清楚。啊，其他藏传佛教虽然很认真，但是很多大乘的经典他没看到，啊，南传佛教研究巴利文，但是很可惜，他认为巴利文才叫原始佛教，佛陀的时代，其他都不是佛讲，这很可惜，这个断章取义，啊，他只看到佛陀的一个小小的目的，个人的解脱，他不知道成佛更重要吧。对，那我们中国佛教，特别汉传佛教，我们除了经典圆满，我们可以吸收南传的优点哦。怎么样修出离心阿罗汉？怎么样修密乘的观修？密乘的重点是什么呢？密乘的重点就是说，藏传佛教，事实上我们唐密很圆满，唐密的书都还保留了，只要你愿意读。我发现很多人不愿意哦，太深了哦，麻烦哦，好懒啊，简单最好一句阿弥陀佛就 OK 了。在家人可以，出家人就不行，因为出家人你要专业嘛，你要懂一切，所以只是藏传它保留这个传承下来了，啊，因为这些祖师他们藏传的祖师一个传一个，而且他们愿意再来投胎，第一世、第二世、第三世、第四世、第五。那汉传的上师呢？啊，那事实上汉传的很多法师都来了，但是他们来不希望你认识他，他只是继续圆满他的愿力而已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各位，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真幸运，各种佛陀的教法都要吸收，那才是圆满，还是圆满。所以话又讲回来，戒定慧，你要持戒，然后呢，行为不要伤害众生。戒是什么？你是不杀生，
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骗人，不喝酒，不伤害众生，那就不要了。定呢，你行为上先守戒，包括孝顺父母、尊敬师长、守国家法律，这个都要守好。这叫戒，戒就是道德行为，不伤害国家、社会、别人。第二个讲究是内心，叫定，禅定。禅定就是控制你的心，你可以透过打坐、专心呼吸，你也可以透过念佛、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，你可以透过抄经、散步，可以。因为不会打坐也没关系，一、二、六，阿弥陀佛，啊，很专心，很专心就好。或是数呼吸，他去起来，注意力在你的脚，来，各位两只手借我，放在你的膝盖，第一只按的第二只，这样，然后放在你膝盖，啊，不用不用，不是按着，就是这样，这样比较容易，有没有？然后放在你膝盖，然后你现在1分钟。很专心，你要注意你手在动的感觉。好，我们试试看，这个也是修禅定的一个方法之一。来，开始，注意你手在动的感觉，在上面。还不到1分钟哎，但是各位，你一专心了，你反而对周遭更敏感，听着你，但是你心里很定，这个叫定，定不是目的，并不是，定就是你专心了。你有时候想到那痛苦的事情，你会忧郁症，那你赶快，赶快，或是赶快念佛，或赶快抄经，就是再把心定在一个没有伤害的范围，专心。就像小朋友一跌倒啊，在哭，赶快一个糖果，他就定了，因为他是想糖果，没有想跌倒。你要转移他，定，对不对？各位一定要学。这个人生病了，他刚刚好了，轻松一点，你来看他哪里病，怎么痛，然后让他再痛一次，这样我描述给你。这笨的人笨的，你去哦，OK，哦，没问题哦，这样，你把他注意力转移。啊，像这个人失恋了，你老公怎么欺负你？然后他再哭一次，然后又伤害一次，这样。所以各位，不能想负面的事情，不要引起负面的事情。窗户打开，外面亮不亮？有没有彩虹？那就好了。啊，树边妹妹好美，就这意思。转移，定就是把这个杂乱的心转移到一个。不杂乱的点要定，专心的意思吧。那专心还不能解脱，专心以后观，刚刚讲了，悲是观身不净。那你要试试看。我觉得住英国有好处，它很容易定，因为大家一人一户，安安静静。我们晚上出来好像没什么人，奇怪，大家都跑回家睡觉了。啊，各位一定喜欢这个静，所以你才会移民到英国。静，所以英国人他创造的东西呢，会比较精致，因为他们比较静，所以他要做一个东西叫做很久，做得很精致，对不对？连那个马桶不太一样，我不知道哪一个饭店那个马桶，那个上面还有一个钩子，你要翻马桶就不用碰到马桶，嘿，这个马桶，对不对？各种不一样的设计，对不对？我们洗澡，他们呢有那个一半玻璃，对不对？还有一家饭店给你两片，还可以完全这样水都不会喷出来，也不用拉那个，多麻烦。因为他有设计过，他这个设计不是为了很快的要赚钱，我们中国人是管你的，不择手段赚到钱就好了，你管我中间怎么做？啊，所以那这样不好，所以环境可以帮助，所以说你修定很容易，跟树合在一起，你就坐在树下；跟水合在一起，听水的声音。你喜欢晒太阳，
我很羡慕外国人，每天没事晒太阳，我们还要戴个帽子，拿个雨伞，丢脸，还会脱皮。